我先吃。我自己吃不准，因为有一点老王卖瓜。我现在来喂我的家人，等一下。波波不能吃，因为里面有酱油。哇，他想吃耶，怎么办？你看波波想吃吗？等一下，我先喂你爸爸吃。你先躺躺躺躺躺，好不好吃？好不好吃？好吃。好吃。可以吧？可以。几分？说实话啦。六七十吧。我才六七十分，这样子很逊哎。我觉得还不错啊，太甜了，对不对？太甜了，对不对？我今天太甜了，对不对？啊？有没有太甜？那布布可以吃一颗小玉米吗？我把它冲水，我过水，你等一下，我给它过水吃吃看。等一下哦，我拿一个汤匙跟一个小碗，我给它洗一洗，等一下。你很想吃对不对？妈妈知道你很想吃对不对？哎呀，你说哎。你先吃一口。好吃吗？